是地形啊，一地一地往前行。现在呢是第七地，叫做观行地。观行地呢，就是真如自境啊，共无边际啊，随真如现前，分正即觉，若真具足，方为极道。这段意思啊，就是心上面的文，上面啊，现前地，就是啊，咱已经心境开阔，前面已经发光发亮啊，咱的本性已经显现出来啊，真如的心境已经显现啊。所以呢，现前来爱了解了真如这个境界，既然是现前，那咱就知影真开阔啊。咱入去一间房间的内底，啊，暗暗，得会七度，哇！这间房间这么大间哦，实在是啊，有人讲啊，昨暗暗暗无看到境界啦。哇，早起起来呢，原来这个景这水哦，迄呢叫做现前地啊，咱已经知影周围环境啊。是这么这么开阔啊，但是咱这段文这样说，真如自境功无边际，咱已经知道是功无边际了，但是呢，咱还阁是伫咧修行中啊。虽然是遐尼快，但是呢，咱还阁无法度真普遍，咱敢若看会到尔尔。咱也阁无法度呢，已经到达每一个角落的境界。就亲像我常常讲啊。我到底咱的范围偌大，境界伫倒位，我常常都唔知，就亲像讲有一天啊，去伫个内湖，一张相真水啊，真大张，我行伫迄个头前直直看，这个景哪会遮水？后面就有人出声讲，师傅。予你猜这个所在伫倒位，我伫咧猜澳洲是无？伊讲澳洲伫咱花莲呐，啊花莲倒一个所在那遐水，啊就伫咱静下啦。哦，原来静下有这个境界哦，真诶。对我来讲啊，同款伫静下这个环境里，我呢只不过呢。是分正，就是敢那知影行到这个所在，我敢那知影这个所在之意，有一个局限呐。咱的体会一个局限，虽然咱知影讲真快，哇，咱看到真快的所在，不过呢，你无有身体力行。你无有家己身躯，家己去感受到，所以咱那些感受无到的呢，那干那感受一部分，这叫做分正，即局，即是局限局，就是局限有一个范围之意。尽管知影外面真宽，但是家己感受呢？就是阿弥的境界，所以下面就讲：若真具足啊，方为极道。咱若会当，拢总已经普遍拢总知影啦，周围的范围咱拢行过啦，
哇，大项咱拢体会到，从咱的心境去体会这个环境，咱拢从了然明白啦。那安尼呢，才是叫做极度。所以，咱是一地一地行过来，咱也未行到尽头。尤其是安尼的一地一地呢，只敢那知啦，知啦，真正去感受，也过也未哩吼。所以，咱大家人啊，真正精进啊，就是爱努力啊。所以啊，精进如者啊，明观行地，咱爱精进如，就是爱真正的普遍。安尼才真正呢，是到达了观行地。所以啊，搁再一段安尼讲吼，为菩萨誓愿度生啊，发慈悲心，加修一切菩提佛法，方便摄有啊，不舍度生，同意菩萨正法无别尽如。明观行地，这段文搁甲咱加强解释吼。观行地呢，有真多真多的困难呐、啊，但是咱要安怎样去断除呢？迄、那个障碍的困难，咱才真正会当正进入地哦。所以啊，就是安尼讲，菩萨啊。誓愿度生，咱大家人拢已经下发心学佛嘛。学佛这条路呢，你就是爱去度众生啊。因为呢，咱是发菩萨的心，无有经过这条菩萨道啦，你就是无法度呢到佛的境界。所以凡夫啊，到佛的境地中间是一条呢，真正的浩瀚的大河啊！咱若是无经过这条浩瀚的大河，就无法度到佛的境界。那这条空大无边的大河，咱家己要渡过去，咱呢也是同款啊，爱搁再渡他人。咱来知影，干那一片的孤舟啦，一个人呢，过一只小船啊，要行过这个风浪的大河啊，是真危险。不如呢，咱就乘真大的大船。驾驶这台的大船啊，咱也阁会当载真侪人啊，甲咱共渡。彼岸去，这就是菩萨道啊！你一定呢，爱行过这条波浪的大河，所以咱爱发慈悲心，这是道的功课。咱要度咱自己，同时咱爱度别人，所以这是道的功课。咱去当尊呢，拢常常伫咧讲六道，是用六种的方法啦。渡咱过去，那啊六道呢？大家人拢嘛知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开始的时阵都是布施嘛，不忍众生受苦难啊，所以呢，咱来去付出、付出。那付出布施呢，千差万别，真多真多，因为众生呢苦难多，需要多。所以咱来用众生的苦难去付出，所以这叫做慈悲，慈悲布施嘛。除了呢，这种发慈悲心嘛，咱爱搁再加修一切菩提佛法。大家人也会记得无？三十七座道品呐、啊。八正道啊，七菩提分啊，等等呢，合起来呢，三十七种的方法。
记性呢？迄、那个啊，37菩提分啊，完全都是伫咧保护咱的心境，和咱的心境呢，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就伫这37菩提分的内底呢，会当加强咱的道心。会当予咱呢，安怎去对外面的境界，迄种的障碍呢？安怎会当通消除？消除了外面的障碍，咱才会当通个身体力行。这要靠37菩提分，这来保护咱的心。也若无吼，咱要向前行，困难。重重啊！所以尽管有慈悲心，咱要去做救人，咱嘛一定要去碰到真困难的代志，不管是思想的困难、心灵的困难，真多真多的困难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有加修一切菩提分。这菩提分就是37菩提吼，那方便摄有37菩提分呢，就是要甲咱分析了咱外面有啥物代志，哎呀，卖计较啦，一切呢分析下来，啥物都无啊，计较啥物呢？那但是呢，偏偏人世间呐、啊，就是有啊。所以咱必定爱设真侪方便，方便摄有，你一定爱处根立种落去。这个方便摄有意思，就是讲，明明世间才最苦难啦，你袂当通干那决心阻碍，那伫啊旁边啊，做一个旁观者，伫咧看人苦难而不动于心，无可能。所以咱必定呢，保持着咱的这个道心。不过呢，咱爱进入因缘众生群中。那咱得啊，处群立众啊，苦难众生中，咱要用什么方法去应付这么真多的苦难人？咱要安怎去开发因的道心？安怎样去解决因的困难？定定，那这就是咱爱去好好的，真正爱用方法，所以咱不下道心，一种走入人群的内底，唔甘呐，唔甘众生受苦难呐，所以呢，不下道心啊，动以菩萨正法无别经论。所以咱若有这种不舍，唔甘呐、啊，唔甘众生啊，安尼受苦难，这念心呢，搁再有会当通身体力行，安尼呢，咱就会当以菩萨动定，所以动以菩萨正法无别真如。定啊，讲讲啊，人间菩萨啦、啊，虽然呢，那些。这心发心、心发意的菩萨，那咱照这个时日啊，安尼呢不断向前前进，那有一天呢，赶快咱来到个发心菩萨的程度，开始心发意、心发心，一直呢到发心、发心，这种已经呢，这个发啊。甲咱的性呢，已经汇合啦。咱来使用种种方法来修行啊。修行呢，就是爱发菩萨心啊。啊，菩萨心呢，爱面对因缘的众生啊。啊，因缘的众生呢，有多种的苦难啊。咱呢，爱去发挥正多的方便法啊，去度众生啊。所以，咱。的发真多方便法度众生，无碍咱的心，就众生的烦恼，咱会当去帮助，但是无
烦恼着咱的心，那安尼呢，就是正法无别真如，甲真如同款啊啦，所以叫做圆行地。圆行地呢，就要走这长的道路啦，坎坷的路呢，有真多的障碍，咱都爱去断除，咱来去断除真多的障碍哦。啊，众生啊，苦难多，唔只是天下众生苦难多，家己呢，那断到境界是要安怎呢？甲恁举一个例啦。卡吹那季风树鸟傲凉，一连串的有几啊个秋秀灾难啊，真多真多啊，超过百万人数，这灾民呐，多数的灾民呢，都是往德州来，南德州。主祭啦，接到这个信息，嘛本会该通知，恁要安怎样来接这个灾民？安怎样为这个灾民呢？去解除伊的困难，去抚慰，去帮助。那德州府郡呐，所有府郡几个州的主祭人呢？大家人共同爱集合来，开始第一呢，爱先去开发人人的爱心，就是准备呢，快步。因呢，第一个方法就是赶紧做街头快步，咱负责这个救灾专案呐，要去做快步，那就是有。德州啊，诶，张技术吼，张铁山技术，他就是爱投入，甲这个组织人啊，大家人合心协力呢，要为卡崔纳饥荒这个灾难呐、啊，去筹划呢，要安怎来看无？开发人人的心，我听人讲啊，是无心呐、啊。唔是干那要募钱，要予大家人呢，知影今世的灾难爱有今世的感冒啦。既然有遮尼正大的灾难呢，组织人行路街头去呼吁一般的民众，予大家人知影迄个所在有灾难，咱平安赶紧呢爱去付出。所以第一个工作就是。爱落街头做看无，那都伫这个时阵，张技术啊，接到一个信息，91岁高龄的老母呢往生啦。这个时阵呢，是真正呢，迄、那个心啊，真挣扎。平常时伊对老母亲友好啊。偏偏的老母在这个时阵往生啦，伊到底是要赶紧回去分丧，守孝在老母的身边呢？或者是爱尽这份呢，为天下众生苦难去付出呢？难免伊的心啊，真正呢挣扎，所以。真好，也是要真善呢。后来，伊个心平静落来，好好来思考啊。妈妈往生的代志啊，是一家人靠，但是呢，卡吹那季风啊，是受灾人遐尼正多，所以万家人靠。
甲伊用即种诶方式来甲伊评估，所以后来伊决定啦，伊知影厝内底诶代志有兄弟呢，好承担来处理。遮尔真侪因因诶众生，遮尔真侪诶苦难人啊，所以应该呢，主祭人啊，应该都爱平均合力呢。来给伊承担起来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位发菩萨心啊，行菩萨道的心态，咱呢爱真正开大心啊，才有法度呢去离开了这条道路的障碍。看看这位主持人，伊的智慧啊，来评估。这是正确的啊，菩萨道敢不是安尼讲？年纪大的拢是我的长辈，年纪甲我差不多的拢是我的兄弟姊妹，年纪幼小，拢总是我的子女共款。所以天下的呢，是一个大家庭，发的这种的菩提心，当然就是往。空中真大的道路，而且呢是天下的大家庭，安尼呢去用心付出，这彼此相闻呐，这就是咱真正行菩萨道。有当时碰到的困难呐、障碍啊，咱要安怎生活过了？迄、那个障碍，那就爱看咱智慧的选择咯。好吧，各位，人人拢有亲啦，人人拢有爱啦。要安怎呢？这个亲，这个情，见要安怎去分别？嘛，伫这个所在也是赶快看出来。所以修行困难的点都是伫遮，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